真的感觉好久没有玩求生者了，哼，全都是因为你。哼，你自己不想玩怪我咯。啊，好吧好吧，这次圣心医院你要玩什么？那当然还是我的小哪吒啦，圣心医院还是他的家。嗯，好，那我就选个小佣兵保护你。游戏开始了，我在小木屋门口。我在医院二楼，真是天助我也，鸟笼电击是我的啦。不知道这把谁会先招鬼啊。哎，我这边有心跳。监管者是谁啊？红蝶啊。喂，我是个佣兵啊，你追我干嘛呀？我砸死你。打野加油，没想到这么久没玩了，这第一把我就能安安心心的修电机啦，幸福。看来要交一个护臂了，哎呀，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。哎，导演你挨刀啦。别说了，我不小心把自己卡进死角了。不行，我要套路这个小红蝶一波。哎，快看呐、啊、这个佣兵出现重大失误了，快飞。哎，砸不死你、哦、直接转进废墟。这个板子先放着，一会儿再放。嗯，还是抽刀快啊，那你这板子吃定了。哎，我套路你一下，抽刀我砸。导演又要开始享受游戏乐趣了，这一把我又要做一个修机狂魔了。我也不知道这红蝶怎么了，开局追佣兵这是有多大仇啊。哇，我都已经溜了60秒了，你们电机还没起呢。我不知道啊，我这台快好了，他们两个没理由那么慢啊。可以，刚说完就起了一台了。导演，我这台机快好了，一会儿我开大洞找调香师去，你拉进医院吧。那我直接放板子赶进医院。我去，这红蝶 buff 飞有点吓人，不过居然没打中，哎呦，可惜可惜。医院我来了，还撞了一下墙啊，问题不大。稳稳妥妥上二楼，现在二楼少了一块板子，感觉操作空间少了一点、啊、板子救我，阿达，舒服。红蝶踩板了，继续转移。哎，这里有小黄鸭留的洞，小黄鸭，你们那个洞通到哪里的？在我们修机这里啊。可以，那我来了。对了，你们电机还差多少？差一大半呢。啊，那我没了。哎呀，我这溜得好好的，钻什么洞呀？白白给了一刀。完了完了，这红蝶直接传送过来了。这台机不能修了，我先走了。哇，这调香师都没放出香水的吗？算了，我还是找个地方躺着吧，感觉这调香师也跑不了多远啊。我在这附近蹲着，说不定一会儿可以压完电机再救人。老哥，你溜归溜，你去别的地方去啊，别往我这里跑啊。喂，调香师也倒了，红蝶直接往我这边来了。先修电机，别一会儿压不了电机了。对，我过来修电机，压一会儿再救你。勘探员居然过来了。不会吧，他不老老实实修电机跑过来干嘛？可能是你没给人家信号、算了，救了就让他救吧，你安心修电机、哎，老哥，你好歹怕扛一刀呀。我本来还想着压电机再救的，那我直接修完跑了。红蝶好像朝着勘探员去了。那应该是找不到我了呀。你不是抓勘探员吗？怎么转头追我啊？小丫加油，你要坚持到勘探员电机啊。我尽力吧。哎呀，被抽刀了，不管了，我就在这里跟你绕。压好密码机了，小丫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躺着。哎，这个红蝶怎么在这边？那不是你自己打的洞吗？算了，吃一刀跑路吧。我要进医院，完了进不去了，导演你们快走。不怕，我还有搏命的，一会儿把你捞下来直接往医院里面跑就行了吧。不过他好像直接去找你了。哇，这是多大的仇啊。好像是来救我了，我们先走了。我找到地窖了，你们快走。已经在开大门了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完了完了，他飞过来了。哎呦，真是没想到啊，溜了一整局最后还是祭天了，早知道就不钻那个洞了。哼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乱钻。我再也不敢了。